我们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主啊，你是永活的神，你是行神迹的神。主啊，我们宣告你大能的能力要在我们身上彰显。
意使用我们，向上帝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使用，求主你使用，求主把以下时间完全交托在你手上，求主你恩的口，在的口说出从你而来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得到很好的领受。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谢谢我们的赞美敬拜团，大家请坐。再一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欢迎大家。就在此时，我们就邀请今晚的招待员上前来，我们来收今天晚上的奉献，让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凡事都有你的旨意。就在此时，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交托，让你再一次来坚固，再一次来保守。当我们现在要奉献金钱，恳求你扩展你的事工，借着这个金钱来成为这个社区的光和盐。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切都要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 Amen。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的慈爱，经文是取自于诗篇71篇第12到第18节。诗篇第71篇第12节，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当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遗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只是后世的人。 Amen。 那我这个祷告，我们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你的保守，你的坚固，让我们大家都能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会所。我们知道我们要赞美耶稣，我们要恳求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可以得到造就。我们相信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因为你是不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借着圣经神自己本身的话语，我们依靠圣灵，我们就可以得到明确的启示。这启示就是神他不只是彰显在特别的节日当中而已，
不是只是在母亲节、父亲节，或者是双亲节而已。神乃是在每一个日子里，他都是在显明，他就是一位慈爱的天父，是伟大的神。只要我们大家都拥有一颗心灵诚实，要来赞美他，要来跟他相会的亲近他的这种心态，我们来敬拜他。若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神无时无刻的就是要与我们同在。神他就是要亲自在我们的内心里，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然后我们就活出他的旨意来，在我们各自的日常生活里，就可以活出人生的尊贵，人生的价值。因为真理就是他是一位慈爱的神， Amen。 让我们来看经文的背景。诗篇71篇，它是一篇的祈祷诗，它是一篇诗人向神说出内心的忧虑、内心的彷徨、害怕。他是诗人把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向神呼求。这位诗人他也是凭着过往他过去他依靠信心他来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得到真实的回应，他在所祈求所祷告的事情，他领受到神赐给他的满满的回应的时候，因此他得到许多的那种无数次的那种的恩惠，那种的赐福，他有这种的经历。因此就在此时，纵然是他面临着非常严谨的难关，他在面临挑战的时候，他依然还有信心，他知道他可以跨过，他可以依靠神。因此他就用这些的诗歌来向神祈求祷告。那么各位，我们就可以接着这样诗歌所从内心而出的这些的诗篇啊，这些的词句，让我们来学习，纵然是在年老的时候，也愿意继续不断的来传扬神的恩惠。让我们大家就从今天诗篇71篇，让我们来得到亮光，让我们来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我们来求神的帮助。这是记载在诗篇第71篇12到13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光光我们自己生活而已，我们大家乃是群体的，我们大家乃是合群的人类，是需要彼此照顾、彼此的关怀、沟通。正如我们大家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到彼此曾经因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戚友，他们曾经为我们祷告，他们曾经介绍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也知道可能就是因着教会有举办许多的活动，有特别的机会，有特别的节目，那么这有些人就借着机会传扬福音让我们知道，有些人就让我们带我们来到教会。总而言之，有某某有许多的种种的原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基督，也接着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朋友，在主内成为一家人。各位，我们知道我们彼此都可以认识，可以有彼此来兼顾来看顾，但是在这世上还有一位更为重要的，那位就是真神，那位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他更为伟大，更为重要，他不光只是看顾我们，他还
还在掌控我们的生命。人生是可以活的，寿命啊，是多长或者是多短，长短完完全全也是借着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我今天我们大家只要好好的活着，知道神要在我们的内心生命里的旨意，我们好好的活出来，那么这样行出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吩咐的事，那么就可以了。但是大家就可能会问，神在我们的内心的旨意所吩咐的事情又是什么呢？那么是的，很多人他都会问这个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心存谦卑，我们心存顺服的心，我们愿意放下面子，放下身段，我们来寻求神的帮助。当我们有如此的心态，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彼此的教导，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知道神耶稣在我们内心的旨意要成就的什么事情。因此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就是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来求神的帮助，就如这个诗篇的71篇第12节，诗人如此的从内心的呼喊说：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来帮助我。大家可以看得出，这诗人他是没有说一丝的怀着很排泄很羞愧的，你觉得自己没有用，讲出这样的话，求神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以这样的心态，我们来呼求我们的神。神不会离开我们，神他必定要来帮助。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求神的帮助。上个礼拜我就感染的 COVID-19， 那么我跟女儿她就不行了，她就说她要去 pharmacy 买药给我吃。我说不用不用，我只要喝野水就可以了。那么最后我知道她就是买那些营养补助品维他命，然后我就吃了。当我被感染的时候，最初的3天是比较辛苦了，就是有咳嗽，有喉咙痛，发烧，有肌肉疼痛啊。那么这第一天是在上个星期四，在当天的下午，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喝野水，但是当时比斯拉他就不得空，他在上课，而且那太太他还在学校还没回来。那么因为我自己感染就不方便出去买，突然间我就听到外面有摩托的声音，是送外卖，然后就收到2粒椰子、3粒火龙果。当下我就非常的开心，我就即刻就开了那个椰子的一个气口，就用吸管就吸。当我吸第一口椰水的时候，这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满足，就好像是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非常，时间点是非常的准确，就好像我们时常看在沙漠里的人，他在走，他口渴，当他看到有立柱，就非常的开心，对吗？所以我感谢神，也会感谢那位姐妹，谢谢她的爱心送水果给我。各位弟兄姐妹，在第一天晚上就身体就比较辛苦，就发烧。但是我觉得这发烧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跟这个病毒在打仗，那么我就不想吃 Panadol， 我就一直喝水，
然后就一直去厕所，因此就睡得不是很好。然后当我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一直的就是呼求耶稣的帮助，就是耶稣的医治，就好像诗篇七十一篇第十二节说道：“我的神啊，求你速速来帮助我。”各位，这就是我当时的内心的状况。感谢神，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也是一样，就是祈求神的帮助，祈求神的医治。当然，我们也是会怕的嘛，我会怕，你知道怕什么吗？就是怕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病情突然恶化。这句话就是非常的功利，对吗？所以当然我就每次都是用那个 oximeter， 就是在 check 我的那个 oxygen level， 那血压。感谢主，就是每次都是95到98%。说感谢主，就是到今这个星期三到今天每一天我的自我测验都是哪个地方都是阴性的。说感谢主，一切荣耀都是归于神。Amen。 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向神祈求帮助的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保护的时候，神有怜悯，神有恩惠。在经文说，我们求他速速快快，神就快快的回应。我们感谢神，让大家都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拥有强大的心思意念。经文就讲，神确保那些恶者，那些想要害我们的撒旦魔鬼那种敌人，都可以被消灭，心肠不好的都被挪开。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神的圣灵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住在家乡的，就是基达的居民。在很多年了，差不多40多年前，在我小的时候，我的老家就是在晚上，周围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小楼、小破区啊，就很多的蚊子。那么我还记得我是跟我的几位哥哥跟表哥一起睡在地板上的，我们几个人都睡在地板上，然后我们的地板上上面就有痕木，然后就掉了蚊帐，就是因为我们睡在蚊帐里面，就可以免受这些的蚊子的叮咬。各位弟兄姐妹，蚊帐就让我们有一层的保护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神承诺，神就是我们的保护层，神赐给我们的保护比这个蚊帐更加的坚固。神的保护不光只是在晚上而已，神的保护不光只是来抵挡蚊子而已，乃是抵挡一切的灾害。那么神的保护它就是全面性的，不是好像这个睡在蚊帐里面，有时候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手会打到那个蚊帐来，我们脚会踢到这个蚊帐来，或者我们的手会伸出去，我们的脚也可能会伸出去那个蚊帐，我们就手和脚就会被蚊子叮咬了。而且那个蚊帐有缺口有缝，蚊子就会飞进来，就会叮咬。今天我们的神他所赐给我们的保护神，就不会有这些的缺口。因此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属灵的生命上，让我们继续不断的来寻求神，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有缺口，让我们不要让恶者撒旦魔鬼有得逞的机会，让我们以一个心态就是顺服神的心态。因为神要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内心有这颗渴慕他的心。今天我们先知道第一重点就是来寻求神的帮助，那么第二我们来看
我们要来讲神的信实，这是记载在诗篇第71篇第14到第16节。当我们向神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只要相信，不要怀疑，心里就可以知道神他必定垂听，也可以得到神的帮助。但是大家在心里又会想，我所经过的每一天的情形都是一样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两样，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各位，神是有听到你的呼求，神是拥有绝对的主权，他知道如何的来帮助你，来帮助他知道怎样全面性的来帮助大家。首先，神就是要让我们心里有平稳的心，安稳的心，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第一，就是要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全然的卸下，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把一切成累我们的罪卸下，让我们有一种谦卑全然的来向神。那么今天我们不需再忧虑再担心，因为神比我们更伟大，神看得比我们远。就如经文有说到，神的旨意比我们的旨意高，他的旨意比我们高，他计划比我们的好。那么各位，今天就让我们相信神就在此时知道你的内心，知道你身体的任何的状况，知道你的心灵所面对的事情。因此好不好，让我们也学习这位诗人他在这个诗篇里面所讲出的内心的话。这位诗人他所说的话就是，所做的事情就是，我却要常常的盼望，并要越发赞美。意思说，我要存着信心，一直不断的有盼望，因为他是什么？我们各自是人而已。今天我们也一样，如这位诗人啊，纵然在看似情况还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赞美神。接下来就说，我的口终日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为我有不计其数的这整个见证。让我们大家都存有这样的能力，直到我们还是继续能述说神的公义，神的救恩。我们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单要提神的公义。大家只要心存感恩的心，神在神的话语当中说他必定要来帮助大家。因此当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非常看似很习惯性的东西，起身啊，刷牙啊，吃东西，运动，灵修，或者是跟人家交谈等等，这些看似非常的普通，各位，依然有神在当中，依然有神在掌权。那么各位，我们只要凭着刚才我们所看到，第一，我们先求神，我们知道我们继续不断的以盼望诉说神的美好，我们相信神一定要赐福。因此我们就要来提醒自己，我们的口不要口出污秽的话语，我们的口不是要来诉说那些刻意恶意去贬低他人、藐视他人的话语。就有一句话说到，好事不怕做，好话不怕说。那么各位，大家不要只是想到在农历新年呢，或者是在自己的生日当日，我们才对看到的人说恭喜恭喜，祝你啊身心灵快乐，身心灵愉快，心想事成。
我们其实不需要在那个节目而已，我们乃是可以在无时无刻，当我们彼此相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鼓励的话，我们都可以说出祝福的话，因为神的恩惠、神的信实应许，就是要让大家来分享，就是要让大家来诉说，因为他是值得，因为他为我、为你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Amen。因此，各位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来诉说，我们各自在读经、领受的心得，在祷告、在听牧师的分享所领受到心得，就让我们大家有这种的心来彼此的分享，因为神有应许，他承诺他要赐福大家，就正如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八节，神的话也如此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神就是要借着大家来赞美，来诉说他的美好，来彼此鼓励，彼此的造就，不是来提升各自的良善，不是靠着彼此的互相的污蔑来互相的挖墙吧，来显露出丑陋的一面。神的话语乃是要来鼓励我们，乃是要来挑战我们，大家向彼此都来说出神的慈爱，多多的说出神的恩惠。这个就是第二点。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三点，我们来传神的恩典。这是记载在诗篇七十一篇第十七到十八节。刚才我们说，可能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在心里想，我都不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是什么，神要我成就的计划又是什么。各位，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神因为他是永恒的嘛，他从恒古至今，他所让我们看到的，在经文里说，从年幼到现在，他都一直在指教我们，一直在给我们指引。那么今天我们就以这种的心态，知道他依然是掌权的神，他掌管宇宙万物，他当然可以在你在我的心中吃下计划。今天我们如何的来知道他的计划？我们就是第一，我们相信他掌管宇宙万物，他拥有这种的掌权，至高的掌权。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神与我们有各自亲密的那种的关系。神他关注你，在这茫茫人海中，他知道你，他爱你，这个才是让我们大家有非凡的那种极度的被神亲自拣选的那种的感觉。因为神在我们的各自的生命当中的旨意，就是要来成全，让我们大家可以再次的知道神在我们各自的需要中他来帮助。那么今天我们依然在日常生活面对挑战，面对许多的一些的难关，正如诗人现在在面对难关，但是他依靠他的对神的信心，他继续不断的往前行。神也是一样，对你对我，在此时他也是让我们有这种心态，神必定来帮助我们，直到神要来回应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坚持继续的向他寻求帮助，在领受他的恩惠，继续的直到他依然在掌权诉说他的恩惠。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有说到，他承诺他必不撇下我们，他承诺必不丢弃我们。因此各位可以想象，他
他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就是他要让我们大家可以有这种的心，他永远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是我们的神。当我们以这种的信心在日常生活经过神的恩惠时，我们理所当然就可以来诉说，可以来传扬神的恩惠，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给我们年轻的一辈，让子孙们都可以从中得到鼓励，从中得到神的安慰，并且可以遵行。这就是一个美好的教导，就是要让我们行出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继续不断的来诉说，继续不断的来宣扬神的美好。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正如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的王牧师就有说到为母亲的信心，讲到摩西的那个母亲。在父亲节我也讲到为父的父亲，在双亲节的时候，我们的高德进他也是讲到那个讲靠近影响跟交托，讲到年长者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所赐下的经历来教导年轻的一代。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可以以这种的心态，我们的神要在我们内心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以自身经历过神的恩惠，让我们知道他是慈爱的神，我们来诉说给周遭的，鼓励周遭人，也再次的提醒，来深深的跟我们的下一代诉说，让他们也得着。这个就是一个很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Amen。 各位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来做结论。大家都是希望我们都是可以赢在起跑点，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可以赢在起跑点。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处在不同的年纪层，在任何的黄金的岁月当中，我们的年纪都可能比其他的人年长，或者是比其他人年幼。那么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的时间长短也不同，但是只要我们拥有一颗真诚愿意顺服的心，我们愿意与耶稣有这种亲密关系的心态，那么我们就可以以仰望耶稣这种为生活的准则，我们可以以复活十字架的来提醒自己，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要如何的走。第一就是我们要来向上，就是要来诉说神，借着神的帮助来向他祈求祷告，向周遭的诉说鼓励神的美好，然后再更深的为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心存感恩的心，知道如何的来领受从上头来的智慧，因为神依然是掌权者。 Amen。 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邀请我们的赞美敬拜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唱无因展翅上腾，因为我们知道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因为我们心存感恩。在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也以这种回应神，因为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神已经赐下许多的恩典，神的慈爱，让我们自己来思想，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我们如何的来诉说神的慈爱，来诉说神的伟大，再一次的来诉说应召神是掌权者，我们来向他寻求帮助，当我们领受在领受赐福的当中，我们
继续不断的以盼望的心，你继续来诉说神的恩典，让我们以这种的心态来传扬给我们的年轻一辈，让我们大家以这种的心态来唱这首诗歌。Thank you.
我们是属于你，今天就奉你的名，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全心全然的献上，让你再一次的把我们提升，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上显出你的荣耀。因此今天我们就以这种心态，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因为我们要活出尊贵，我们要活出你的荣耀。主耶稣基督就在此时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每一位都是有活出价值的人生，因为是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无时无刻的与我们同在，你的能力是伏庇我们，你的能力保护我们，让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依然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神，在我们有挑战的时候，你速速的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是供应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就在此时把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让你来赐福，让我们的身心灵健康，让我们的个人的生命拥有你才范围成全。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家人也一一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也受到从你上头来的智慧，从你上头来的福分。我们谢谢你，一切都要荣耀你的圣名。主耶稣基督奉你的名再次坚固我们大家，让我们出入都平安。谢谢你，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谢谢大家，神出入大家请坐。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就到此结束，若你有特别的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你都可以上前来。Amen.